les eaux gros de Fonji. Elle avait sur le meeting gros de Shanghai. Elle avait on a chez des gens, tu suis déjà au mécon, tu te danses sur le fond. Nobody else. 我们驾驭着轻松，寻找带的行踪，你可爱的失去控制。太奇妙，穿过丛林，但愿几乎被拯救。包括下一秒，陪你七百多里，将不知争取。忘了水里中，只寻找没空，轻舟淡蓝色的风。我们驾驭着轻松，寻找带的行踪，你可爱的失去控制。这样看樱花好美啊。我一个人清静清静吧，我去下个景点。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我们换个角度看花。老板，我可只租了三小时，咱们抓紧时间。挺有想法啊你，偶像剧里学的吧？这个。像吗？我还没活够呢。我可是有直升机私照的人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觉得我更帅了？还不错。走吧。啊，来真的？真的。
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OK。呼叫塔台，呼叫塔台，准备出发。塔台收到，雪鹰505设备确认，风速峰值满足飞行条件，予以批准。觉得是状态不好啊，我可没担心，我担心的是 love note。 你说你这一跑路得多少单身男女同时恋爱之路人啊。怎么了？飞机好像出了点故障。啊？没事，别紧张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没事，气流。雪鹰505呼叫塔台，雪鹰505呼叫塔台。收到，雪鹰505。我们的仪器出了一些故障，雪鹰505。别担心，有我在。雪鹰505呼叫塔台，雪鹰505呼叫塔台。顾嘉欣，我还不想死呢，我还有好多话没跟你说呢。我，这么重要的话，等下去再说。我们一定会平安着陆的。塔台呼叫雪鹰505，塔台呼叫雪鹰505，已收到故障警示，请遵照塔台指示步骤操作返航。雪鹰505收到，请指示。目前你身处乱流区，引擎信号受到干扰，现在请向右匀速行驶800米，驶离此区域。可以了。可以。以你所在的位置为象限，向西转35度，行进1200米。下去了吧？还好我们平安返航了，我差点以为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什么？顾嘉欣，嗯，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了，我一直都很喜欢你，非常非常喜欢。我没跟你说，是因为我一直在克制。我告诉自己我不能爱上你，我没有安全感，我想不到我们的未来，但是现在我什么都不在乎了，我只想要跟你在一起，好好在一起。
听到了吗？我们的小仙女回来了，饿坏了吧？我给你做了超级超级好吃的宫保鸡丁蘑菇炒肉，赶紧过来吃，过来抱抱。喂，齐小虎，你干嘛呢？我刚下班，你呢？也刚下班吗？我好想你啊。哎呦，我们小多喜辛苦了啊。嗯，要抱抱。爸爸。哎，是不是有人敲门啊？我给你订了外卖。外卖？啊，快去拿去吧。哦。多喜小姐，你的外卖已送达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！哎呦，好想你啊！想我吧？你不是要抱抱吗？我抱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一下班就买了最早的航班，赶最早的飞机就回来了。我今天发工资，请你吃大餐呀。大餐？旋转餐厅。旋转餐厅。旋转餐厅。走，谢谢。走。waiter， 上酒。来了，郑小姐。嗯。你要的光凉酒。香吗？Cheers！ 郑国喜，干嘛呀？咱们一开始不是说去旋转餐厅吗？怎么又来这儿了？你是不是为了给我省钱呀？这里多好吃呀！哎呀，我们本来不就是为了开源节流吗？而且我觉得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吃饭，不管去哪儿吃，吃什么都是大餐。你嘴怎么这么甜呀？那这样，明天我带你去抽盲盒。真的？啊。
帮你太好了。快吃吧。你最爱吃的牛肉串。喂。啊？就这样。哦。嗨，擦。来。这还差不多。吃。那我也奖励你一个吧。我其实吧，老想他们家味道了。我也是。这次的合作计划还是做的详尽一点啊，小细节多拿一点。我接个电话。喂。大叔，我失恋了。我现在心好痛，我快不行了，我无法呼吸，你过来安慰我一下吧。怎么哭鼻子呢？在哪儿呢？我就在你公司楼下。在我们楼下。行吧，那你等我吧。各位，今天的会就先开到这儿了，啊，散。哎，徐总，那今天的商务晚宴，推了吧，净是一些酒水局，大家早点下班。可是，一直也是爱情的 loser 吗？你怎么说的呢？我现在才是彻底的失恋了。大叔，你要是难过，你也跟我一样，我们一起哭出来，不丢人啊。你小声一点吧，我这公司旁边都是人，你在我这公司楼下哭哭唧唧的，人家还以为我把你怎么了呢。但是我忍不住。那你忍住啊。好了，一会儿带你去吃好吃的，安慰你一下受伤的小心灵，好不好？嗯，不哭了。嗯，走。大叔，我都这么难过了，你难道不应该接过你的肩膀，安慰我一下吗？这个就是你们的房间了。嗯。啊，这边是卧室。二位交代的事情我都已经办妥了。哎，这儿童床怎么回事？这个是赵小姐要求的。啊，对，我让经理给你加了个床位，不然你睡地上，我也过意不去啊。二位入住愉快啊，那个我就不打扰了。谢谢。怎么样，试试你的床，喜不喜欢？你真的忍心啊？那怎么办啊？你不是跟酒店经理都交代好了吗？你要是不舒服，可以换个地儿睡啊。我洗个澡。哎，等一下。嗯。要不要一起洗？走开。哎。哎，多谢啊，你小姨妈平时害怕什么？没注意过。不过我觉得普通女孩子会害怕的，小姨妈应该都会怕吧。这样啊。
臭弟弟，还想吓唬我？写完了，出来吧。宝宝，困不困？困了。嗯，早点休息。嗯，有事叫我。嗯，你也是。晚安。晚安。是吧？还是要在你的小床上睡呀，一个人睡不着。你不是一个人，有他陪你呢。怎么这么狠心啊？我不是你男朋友吗？这可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一晚。嗯，今天说的话都是骗我的。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骗你呢？等会儿。你去哪儿？哎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别害怕，给你的。不是活的。我本来想旅行结束前寄给你的。看来我们不太了解对方，想象与现实偏差太大。请你以后多多了解你的小事。你会滑冰吗？完全不会。巧了，我也是。出入平安。赵江月，我喜欢你，让你成为我正式的女朋友。美好的回忆。是我好朋友，你还敢出轨啊你？你得对我负责。负责？我绝对给你洗得干干净净。赵江源，在我心里的金字塔，你早就住在塔尖上了。嗯，我好好收起来。都要睡觉了，抱他干嘛？给我。Thank you.
么着急定义，条理不是问题，合拍才是正义。告诉我你在樱花里是个什么样的，你猜。和在一起，跟你在一起还用着许愿啊？惊喜意外却变成实时 PPT， 哦哦，快按下暂停，不去试试你怎么知道对不对，还没开始被咸鱼判了犯规，赌一局心动 battle， 哎呦哎呦哎呦。原来这就是恋爱的感觉，行，我就继续吻下去了。喂，你和嘉欣玩的怎么样啊？挺好。那我不打扰你们甜蜜的二人世界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早餐怎么样？来了来了，哇，这么丰盛啊！嗯，哎呀，老婆，回到以前的感觉真好。是啊，快走，尝一尝，尝尝这个。嗯，怎么了，老婆？你今天好漂亮啊！是不是只化了一点淡淡的妆？嗯，我就说嘛，你化淡妆是最好看的，所以你以后就不用那么早起，浓妆艳抹呀，非要给我一个完美的形象，不用，可以多睡一会儿。那好吧，那以后每天我都陪你一起赖床。干杯。干杯。此女只因天上有。哎，你还记得昨天直升机上看到这片湖吗？我们等下去骑行吧。嗯，我看时表。嗯，我们随心所欲一点不好吗？旅游啊，就应该停停走走，跟着感觉。此地有理。嗯，不对，更烦。好想去拥抱他一下，说出心里的话，却又害怕会吓到他。而我整理他，整理他，好想自己穿着婚纱，结果他的疯狂，这感觉就叫幸福吧。人间感觉。他的眼睛似乎会说话，在我面前只要轻轻地眨巴一下，能引起我心跳变化，可我却不敢告诉他。别诧异我是胡编乱造说着笑话，别怀疑我是繁花只和青春分岔，我好像已经看上他，这感觉不可思议啊。谁呀，给我打电话？子豪，喂，
喂，赵总，救命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调方案来解决全金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。如果解决不了的话，就要把我们全部炒掉。我们团队没有你当主心骨，真的是有点焦头烂额了。你先别着急，我帮你们想办法。赵总，还是你最好了。这样吧，十分钟后你告诉大家，我们开个电话会。好。怎么了？公司的事儿，快往前骑。哦，快快快，赶时间。哦，坐稳了啊。好。刘总，同学快乐！好羡慕你啊！在那边要注意安全啊，小心点。好呢。大家放心，有我照顾赵总。你这公然撒狗粮，我真的是受不了啊！所以说，咱们公司的单身狗们，抓紧啊，不然就只能看着我们撒狗粮了。祝你们幸福哦！行了行了，快说正事儿，抓紧时间。赵总，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，公司被他弄得乌烟瘴气的。是啊，宋雪把公司搞得一团乱。怎么回事啊？他根本就不喜欢拉夫闹的这个项目，他恨不得早点完蛋。赵总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们真的很需要你。这样，我们先商量出一个合适的方案给他，然后再想办法。好，嗯，好。好了，子豪，你先说说吧。好了，大家按我说的开工吧。子豪有什么事儿随时跟我说。嗯，行，我们加个油。来来来，加个油。嗯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拜拜。今天做了好多事儿啊，好累。辛苦啦，工作真是你的兴奋剂。我都吃他醋了。少来。哎，咱们以后也来这拍婚纱照吧。你看多浪漫啊。等我考虑好要结婚的时候再说吧。怎么又要考虑了？他俩都是男女朋友了，肯定要结婚的呀。你不是想反悔了吧？以后我就每天问你一次，烦死你。顾嘉欣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治不了你啊？想怎么治我？有的是办法治。什么办法？嗯，醒了。嗯。哇，我的女王殿下，请享用你的专属早餐。嗯，我还想再睡一会儿啊，没睡醒呢。来，先喝杯水。
哎，徐叔。好。怎么了？我妈突发心梗了。最近 Love Note 上总有人提问，为什么和心仪的对象交往了一段时间后，少了刚开始的悸动，反而逐渐趋于平淡？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爱情持续发电呢？其实，交往前和交往后有反差感，这是非常正常的。只不过，我们可以用一点小技巧，让你的爱情体验更久、更浓一些。Love Note 的恋爱理论中有一招叫做从小恶魔到轻松熊的转变，也就是说，刚开始一定要让他觉得你是一个追起来有难度的人，交往前大胆做一个小恶魔，但当感情进入到亲密阶段，你又让男人感受到在日常生活中你是一个能给他感觉到轻松的女人，建立一个与小恶魔完全相反的形象，变身轻松熊，通过这样的反差切换，才能让对方持续为你倾倒。姐妹们，有恋爱困惑，记得上 Love Note 看看。我是你们的情感闺蜜江月。着急定义，条理不是问题，合拍才是真理。若天生麻木，难以入戏，别管固执错愕，来考虑一下我。Love is true.